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Last tim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跟我一起走进今天的科学世界。在自然界呀，猎豹是最善于奔跑的动物了，它跑起来真的是风驰电掣。大家熟知的田径选手刘翔屡次打破世界纪录，是有名的中国飞人。那么如果刘翔被一只凶猛的猎豹追赶，到底谁会跑得更快些呢？这当然只是一个假设。动物们有千百年进化的独门特技，而我们人类善于观察，勤于思考，还会使用和制造工具。要是人类跟动物进行对决，谁赢谁输那可真难说。您看，这第一场较量就在冰冷幽暗的水下开始了。看到翁贝多在水下惬意的样子，真想现在就一个猛子扎下去，跟他一起来感受这潜水的独特魅力。离开碧波荡漾的水面，我们来到炎热干旱的沙漠。在这里，世界竞走冠军准备向沙漠之舟骆驼发起挑战。比速度，比技巧，比耐力，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不肯轻易认输。人和动物大对决，下集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科学世界到这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节目再见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, 十. Repeat after me, 十. 十.